掉了。我家外扣一个大大，哦，大喂，大，哎，嗨，作弊的大哦，大，来啊，我这是熟的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这个玩 server 是我的场啊，好，真的哦，来哦，啊，那规定呢？没有玩那个国外伺服器，哦，国外伺服器是不对，是？带你玩带你玩，哦，我来好，看一下哦，一首，把 IP 给你，好。露出来应该没差吧，反正呵呵露出来国没外的。差，好像是国外的，行，这部影片会上传吗？应该不会，呵呵呵，太短了。这里。好，对，不小心露出我们刚刚比赛场的 IP，把它 refresh 掉。行。等你进来。哎，我刚刚露出来吗？应该没有。好。那这个国外 server 大家都知道啊。来，等一下教你。哦，你先选到第九个方块，就是那书本。那我们可以选一个 Huber，cube 6好了。好，或对，这样我们才可以看到彼此。不然会有很多人。哦，进来了，哎呦，会我听到呀，那个声音，哦，我看到你，我看到你，你看我，好好好，你在对话框稍微打个字，我邀请你。好，一个有。news ta t t t w new t t w，哎，party 邀请失败。NESTEATW01，对，哎呀，看有到你了，按 T 可以那个按确认，好，按了，对，OK，那我们现在就是 party 啦，好，行，跟我走，跟你走，你在哪儿啊？来，怎么突然变我那会么去多传人？送，我会去传送，你就会自动跟来了。哦，你在哪？你想要玩怎样的类型呢？嗯，就都可以。哦呦，哦，为什么会被弹那那么先远？来一点简单的，哦，好，好哦，来 party game，好我们来，Top 玩个 Game 是不是？block party，哦，这个进 block 去了，party，这个哦，呢很酷哦。嗯，它等一下呢，进去开始的时候，那你在第五个方块或者他自己手上也会出现，第五个方块那边会哦，我出知道现这中么个间这个粘土怪，玩过，啊，你玩过哦，嗯，你是不强是手吗？上出现什么方块就要站上去？没错，好，你我知强道了。吗？你厉害吗？很久以前玩过的，不知哦，我道告现在诉如何。你，这个我是王者你啊，是王者，好，对，人家行，都叫我跳舞王，跳舞王是不是？行，我都叫这个颜色跳舞王怎么啊。死的都不知道哎，来，哎呦，呛起来喽，行，我看你等下可以撑过几关，可以，再给我40秒就开始了。它这个 server 其实很棒，就还有很多这种小游戏。嗯，对。对我啊，记得有很一多些什么是像设这定种，就啊，什么都是有。比较趣味性的，嗯，然我后知它也道。有打架的，然哦，后也有一些对，各式各这样，个好像伺服器好像来过诶，应该会来过，因为很还久蛮以有前名的。的时候啦。对啊。比较有名就是这个跟 Happy 手，Happy 手就是玩那个 Skyward 最出名哦。这个不愧是玩生存玩了70多集了，很了解各式各样的东西啊，没错。连那个木制品的稿子都可以挖 矿不啊，对是不是，我那个是在问规定。我想说，是不能做，哎，我只能用一木直制嘴，品。我想说，那是不是？哦，来哦来开始喽，这来哦。你要我不现要在，跟在我旁边？我可以哎指引呦，你。啊，我最会了，我不用跟在你旁边了，跟在你哎旁边呦，稳死我看起来你就是跟别人走啊？了。没有，我是看方块的，我没有这么。是吗？是的。这游哎戏呀，就这是个有是这种小绝对孬是，孬玩法，就像是我你找一个看起来最强的，一独直自跟一在他人旁边。干，哇，你会是这样的那玩他家要去，吗？好，再来是哪个方块？哦，这个是不是？来，来啊！观众的视角都会看清楚你到底是跟别人还是靠自这己是阿哦。紫吗？不是，他是 skin，好像要进。哦，很像哈眼进是毒哪了，招？哎这个哎是不哎哎，是？这颜色我没有色盲，我我看没有到，我看色到，盲，好像行。差点，如果输给你，呀，我就被大家笑死会啊！吧，还要犹豫，那一看就知道是，哦，
我的这个材质包颜色都很像，哎、欸，会爆炸哦。有些那个不知道是宝箱还是什么会爆一下，它只是让那边的地颜色改变了、啊。哎、欸，不要挡在我面前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看到了，差点站错。哇，一堆人死掉你，哇，你居然活下来屁嘞！啊，这个不就站颜色吗？很简单啊。你有这样的本事？那个不是绿色吗？这不就是站颜色而已吗？很简单啊。对，这不就是站颜色而已吗？我撑到我已经撑过许多人没法过不了的那一关了。对啊，你第七名，好，你第七名。那啊，你知道你那么早死就有一个缺点啊，就是你接下来都只能看我玩到最后一刻。好，我就看你死啊。哎，你有一个方，有一个那个方块选择是观察，哦、观察者。哦、差点还有死掉。哦、是史莱姆球吗？啊，不是，应该是就可以让你变观察者。这个吗？对，不然我真的会玩很久啊！我这个太厉害了。来，我来跟着你一起。哦。你跟着我一起，说不定你等一下又掉下去了，我又再笑你一次。行，你看我直接就站在对的位置上，这就是拥有预知能力者玩这个游戏的好处。行，听你在，来继续。在中间，在中间，我踩到了。哦，你又掉下去了是吧？你的小嫩嫩。没有没有，我跟着你一起，我哪知道你握的是什么颜色呢？哦呦，哎呦，喂，对决了，对决了，对决哦。哎呦，你们三大天王。冒爱心哎、欸！我就知道在外面，你来得及吗？再跳一下哦，来得及！哦、yes, 哇，两个人对决，两个人对决，军哎，两、欸、个人、啊、还有一个，我还有他是不是？哎，完蛋完蛋，在旁边啊！不，我死了！啊啊！看来你还是只能当个亚军啊你啊！至少我是亚军，不是哑巴啊！Game over！ 哎、欸，我想再玩血池吗？玩几次好了。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！行，一回生，二回熟，可以可以，那一样，我进去你就会跟着进来了。它就是 party 的好处，而且你看，这是我们开的房间。哦，真假的？只有我与你在这里。是这样、哦啊，以前这些其他人来的，我们就可以跟他收费。哦，收费收费。哎、欸，入场费，入场费，阿尼给入场费，还有这些入场费。不用出影片了。哎。太霸气了，这些几乎有一些可能都是观众。对对对，你看，那我们等一下就玩一些可以稍微害害彼此、哦，让观众来害害你啊。OK， 行，不会啦，我观众其实都还蛮友善的啊。我观众也很友善，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把我弄死。真的假的？这我永远都是被针对的。没有，那是人的问题，好不好？人的问题是不是？对啊，有大家都听到咯，等一下那个跟玩一些可以害人的，大家知道要怎样对待曹哥。摸着你们的良心，你们要来害我吗？把你们的良心放在柜子里。对啊，然后去打死他。不要啦，收到柜子里摸不到啊。对，好，开始喽。百只巧克力哦，巧克力哦。告诉你啊，这场又是我的场子了。对啊，哦，来喽。哎哎哎。先站到中间去，在我旁边揍爆你！啊，这个简单呐、啊，才第一关你死，我肯定笑歪你啊！简单呐、啊，这个我还可以跳过去呢。哎呦，有人说还没有脱鞋就玩得这么溜了，当然啦、啊，是。你知道我的 skin 是可以脱鞋子的？哎、欸，什么？哦，是哦，真的假的？因为1.9它可以有那个外衣跟内衣哦，就是可以做一些脱衣的动作。故意的功，对啊，就是当我脱一下鞋子会更强、啊。不过今天是没有这样的必要。我不能，毕竟我的伙伴是这种 level。我有、好远啊！有要霸气了吗？有霸气了，我看到你了。没有，那个是距离太远。没有，我刚刚看你还……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真的不行。我刚刚看你还走比较外围。我跟你讲。我跟你讲，我也是走好一大圈，8000个人，真的那个不行，你们自己讲。聊天室我看你们刷，等八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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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蛋，你这样子又只能看到我一直666了。看其他，搞不好这是我的观众啊。你这个，那你选一个人当是下一个你啊？好，我赌这个，我赌这个 A 开头的、這個、叫什么？
啊、什么 ARAKID 的，什么 OU、哎、后面它有 OUO 那个符号的，赌、哎、我的 Aniki。行，好远好远，拜托跑得到，我、欸哦、太远了，太远都跑不到。啊，行不行啊？烂游戏。啊，没有，我怕这场你看太久。对，看太久，不看了，不看了，我离开了。不会这样子的、啊，我就挑一个。赌、欸、他，我赌他，我赌他是冠军。来，真的，他迟早有一天会了。我真的赌他。哦，我看到有一个人掉下去。哦，我先来看看哦。欸、我赌他是冠军。哎、欸，你想要玩双方对打的还是怎样？哦，我为什么他被雷劈了？我赌那个被雷劈嘞，所以他死掉了。不是，为什么他会被雷劈？他还活着吗？没有，他刚原本还活着，但他什么都没做就被雷劈嘞。不知道、欸，很特别道具吧？所以他没了。站错。来，我换下一个了，换下一个了。好，那不然丢个鸡蛋啊？这可能你就会被针对了。丢个鸡蛋是不是？没错。来，丢鸡蛋那个我好像也玩过哦。哎呦，就是要把人 K 下去，对不对？嗯，不是哦，不是哦。是啊、哦。不是推，是。他的鸡蛋是把你脚下的方块给打掉，哦，对，鸡蛋打到人不会有效，他是把人家脚下给打掉，让对方掉下去。OK， 你就会发现你这个多少人在蛋袭你啊！行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去弄、啊，我就看到底大家会蛋袭你还是蛋袭我。一定是你，一定是你，我一定这边妥妥的，没问题。啊。你这个小坏坏！哇，大家在膜拜你了！哎呀，回来了！大家都在膜拜你了！啊，谁？看他曹哥！真假的？啊，曹哥，我要单袭你啊，曹哥！没有，来，等一下就知道见胜负了，看是恨你还是恨我。来，来，你刚刚选择的这个选手 Aniki 也在这里啊！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看过他，我认得他的 ID。来，他等一下就会单袭你，你好好的认清楚。我相信他良心，他的心不会跟你一样坏。来。所以哎呦哎呦，现在算是在这个场地的吗？还是还没还没，要等一下，好，因为我们都是开房的，所以稍微等一下，等、哦、一分钟。然后你看下面那个等级的地方就是倒数。哦，哇，这么酷，酷的！哇，大家都在跟随你耶！天哪、啊，嗯，大家拜托我带领大家来蛋袭你啊！天哪、啊，对啊，呜，你就知道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了。你可是第一次来，这一定要给你一点礼遇的，大家，大家，给你们，给你们 IP， 大家快进来，快快，我一直贴，我一直贴，没有用，没有，哎、欸，开始哦，开始哦，一开始掉下去不会怎样吧？哎、欸，一开始小小场地哦，所以一开始要用鸡蛋打地板是吧？对，打地板，就像现在，哎、欸，我没想到，拿那个铲子，按右键就会扔鸡蛋，嗯、欸，按住右键，按住右键，有没有？你会了吧？哎、欸，我掉下去，哇，这会不会啊？这多少人在担心我？哎、欸，你怎么还没下来？你在第一层，你、欸、不讲话，你在第一层，你已经掉下更下面了吧？没有没有，刚刚从最顶层掉下来。哎呦，你第二层是吧？下去啦！哦，哦，有人，哇塞哇塞，有人在把我下面的方块打得稀里哗啦！不要不要，我要当跑酷神人了。我也是跑酷神啊！你跑酷神人，会，你在第几层啊你？我在第二层，第二层。你还在第二层？对。欸、观众做事啊，去打他！掉下去了吗？哎、欸，怎么这么刚好啊？你怎样？你死了？没有，我是刚好落下去第三层，想说还 OK， 结果刚好那一瞬间被人 K 下去了。所以你现在是活着还是死的？死的、啊，死的啊！死了就别多说啦。你比我早死啊！你看你我还在啊。哎，我只是下去而已。告诉你，先下来，这个路更大。欸、你怎么还在啊？啊！拜托，我第三层还在这边妥妥的嘞。我还在啊！我现在还要把人家弄下去，拜拜。站着不动哎、欸！他站着不动，我看到了。啊！看到我，我有霸气啊！把他弄得不敢动啊！好，行。好，我看到你在 PK 谁。